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，惠乱后宫，罪不容诛。抓桌角 JPG， 完了，我和果子保不住了。宫规森严，齐贵人不得信口雌黄。难道我男神被曝光了？臣妾若有半句虚言，便叫五雷轰顶，永不超生。演得很好，你很中用。我还以为是什么毒誓呢，生死之事谁又能知？他今天怎么这么多话？以此虚妄之事毒誓。趁着打野拉仇恨，我得赶紧想办法。臣妾以挂儿家是一族起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全族无后而终。你很中用，本宫可以继续演了。你既说熹贵妃私通，完了又转我身上了。那奸夫是谁啊？草草男神恋情要被曝光了，终于要开团了，全体进宫中路。太医温实初，放桌角 JPG， 害老娘担心那么久。温你题都押对了，但答案写错了。是熹贵妃的心腹。说什么皮话，吓死你爹了。日都要把脉的人瞎就要多读书，若说日久生情也是难怪。你中用本宫看见了你的助攻。我听说熹贵妃初入宫时卧病许久，当时就是温太医诊断的，康常在好记性。我该先杖毙哪一个？熹贵妃入宫病重，由温太医诊治，终于该我补刀了，乃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我看他这次死不死。温太医医术高明不说，与姐姐母家素日也有交情。我想先杖毙再说话的那一个。入宫之后互相照应也是应当的。要开团了，怎么会有私通一说？总结完了他们私通，如此说来竟是青梅竹马了。每一个能打都是送人头的。你们几个七嘴八舌胡言乱语，有何证据吗？臣妾当然有凭证。偷我家你还有理了？熹贵妃入宫前温实初还曾上门提亲。小样儿知道的不少。终于说到重点了，让我看看这帮春菜找的谁。冰儿，他竟然傻了吧唧去相认。熹贵妃还认得他，他是我娘家府里陈四的媳妇。问你了吗？你那么多话。当年甄府获罪，所有奴仆全部充公变卖。你很中用，全靠你开团。我只问你，昔日你在甄府当差，温实初是否曾向甄……这段我熟，但我不能说。家大小姐，也就是你眼前这位熹贵妃提亲，这事儿都让你们挖出来了。本宫摆了这么大的局，你敢不说？皇后面前要大声回话，臣妾没给你说规矩吗？你很中用，我在听。选秀半月前，温太医曾上门提亲。完了，竟然确有其事，保护我方水晶。不过，水晶收到。今天本来在剪视频啊，然后发现他们眼神真的很有意思，然后呢，我就想把他们眼神里的台词给写出来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那么点赞2万，我们继续更。好，关注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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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看到更有趣的视频哦。